novel coronavirus with a confirmed case. There's currently no vaccine.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en rocked by this pandemic. Do we need to get vaccinated? What kind of vaccine can we get? Are there any side effects? Why is vaccine so important? What should I do before and after I get vaccinated? 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ATA Learning Heart Medical Series. In this video, together let us learn what COVID-19 is. All the questions and medical terms that you need to learn in their conversation. Hi Anna, 好久不见啊，最近还好吗？我想去打疫苗，我不知道要打哪种，会不会痛啊？听说有的人反应很大，我好纠结啊。别担心，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有跟你一样的困扰，这样吧，你今天就把你所有想问的问题都告诉我，我来帮你一一回答。好的，谢谢你。我想知道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我要打什么新冠疫苗比较好呢？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它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会对身体各个器官和部位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感染病毒之后反应很轻微，甚至没有反应，我们称为无症状感染者。但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反应就很严重了。新冠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触摸感染物的表面传播，某些情况下也会通过空气传播。如果你受感染了，那么症状会在你接触病毒之后的2天至14天出现。临床症状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喉咙痛、流鼻涕、失去嗅觉和味觉。当然，这些症状并不是全部发生，每个人
都不同，所以要做好紧密的自我观察和隔离新冠病毒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包括呼吸衰竭、心脏病发作、血栓等其他长期的健康问题。那打什么疫苗比较好？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只要能起到保护作用，那就是好疫苗。今天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比较普遍的三种疫苗。疫苗普遍分为两种类型，灭活性疫苗和非灭活性疫苗。灭活性疫苗主要有中国的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的疫苗，我们简称为科兴疫苗。这款疫苗是破坏了 RNA 基因的新冠病毒颗粒，使它失去活性。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已经没有活性的疫苗通过肌肉注射进入人体，让没有活性的病毒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产生对此病毒相应的抗体。那非灭活性的疫苗现在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辉瑞和莫德纳这两种。在新加坡也是这两种疫苗打的人最多。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辉瑞疫苗。这款疫苗适用于16岁及以上的人接种，它含有杏矢和糖酸，有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该疫苗分两剂接种，第二剂要在注射第一剂的21天后接种，必须接种两剂疫苗才能获得更全面和持久的保护。莫德纳和辉瑞也是很相似的，都需要注射两剂疫苗。不同的是，莫德纳它更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第二剂疫苗注射时间要和第一剂疫苗相隔28天，所以接种疫苗很重要吗？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去接种啊。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并不能保证你不会感染新冠，但是它能保护你不会成为重症患者。 From the data shows in this picture, we can see that patients who fully vaccinated
are hardly developed to critical ill patients or cause death. Normally, they just show mild symptoms. 与所有疫苗一样，它们都会引起一定的副作用，但是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大多都是轻微并且可控的。通常情况下，数天内逐渐会消退。注射疫苗后，你可能会有的副作用和应对方式。副作用有注射部位疼痛、红肿、发烧、发冷、头痛、肌肉或关节疼痛。你的应对方式是，如有需要，每隔六小时服用一至两片扑热息痛，如果感到疲惫，那么你就好好休息。若颈部或手臂的淋巴结肿胀，它们通常会在一个星期左右自然消退。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立即看医生。副作用持续恶化，发烧持续超过48小时，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如呼吸困难、严重皮疹等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种疫苗的。如果你的年龄不符合，你不可以接种哦。之前因为接种其他疫苗而出现过过敏性休克或严重过敏反应，则不应该接种。如果你正在备孕，并且对其他药物、蚊虫叮咬或食物有过敏性休克病史，也不该接种。最重要的是，在接种疫苗前，一定要如实回答护士或医生的问题，他们会决定你适合不适合接种。那接种疫苗后，我需要注意什么呢？接种疫苗前要注意休息，尽量不要熬夜，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接种前也尽量避免喝酒，饮食要清淡，避开海鲜类食物，摄取足够水分，不要空腹，提前沐浴，穿袖口宽松的利于穿脱的衣服。接种前如实的告诉医生、护士你的
病史、接种疫苗后、接种完成后，需要在注射现场观察30分钟。接种当日注射部位要保持干燥，注意个人卫生，适当安排休息，避免在接种疫苗后的12到24小时内进行剧烈运动，游泳、骑行、跑步等等都不可以，但是拉伸、慢走、做家务是可被允许的。避免接种疫苗后的24小时内饮酒。如果您打算怀孕，应该在注射第二剂疫苗的1个月后尝试受孕。如果您正在母乳喂养，应暂停母乳喂养5到7天。出现严重副作用，应立即就医，并告诉你的医生你的接种史。好的，我打算立即预约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他人。谢谢你，等我接种完再告诉你我的感受。好的，病毒并不可怕，如果我们大家一起积极地做好防护措施，打疫苗，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它。同学们呢？你们打疫苗了吗？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感受吧。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复习一下这些重要的医学单词和常用语吧。疫苗，疫苗，疫苗 ，vaccine。我好纠结啊！我好纠结啊！我好纠结啊 ！I'm so baffled。一一回答，一一回答，一一回答。Answer questions one by one. Explain something in detail. 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呼吸道疾病，呼吸道疾病，呼吸道疾病 ，respiratory illness，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 ，asymptomatic infection， 空气传播，空气传播，空气传播。Airborne 临床症状，临床症状，临床症状 ，clinical symptoms， 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呼吸
困难 difficulty breathing 症状 symptom 隔离 isolation 病发症 complications 呼吸衰竭 respiratory failure 灭活性疫苗 inactivated vaccines 非灭活性疫苗 non-inactivated vaccines 免疫系统 immune system 抗体 antibody 重症患者 critical ill patients 副作用 side effects 扑热息痛 paracetamol 关节疼痛 joint pain 淋巴结 lymph node 过敏 allergy 防护措施 protective measures. That's all our content for today's long video. I hope the knowledge I shared in today's video can help everyone. May this give clarity to all those who doubt their whether to take the vaccinations or not. Together, let us get vaccinated and defeat COVID-19.